其实我们都在新疆的，把那个夜景参加拍摄影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现在已经有人拿了这种专业相机拍照。其实晚上的话，这里挺漂亮的，晚上就是红灯笼点亮，水光灯光交相辉映的时候，啊，夜景是非常不错的，一桥连一桥。那么周杰伦拍《天涯过客》呢，是在那边拍的。你过了桥啊，一会儿往右手边走啊。然后有人说了，那下午究竟在哪里集合？餐厅呢？近在咫尺啊，就到了。那么下午在哪里集合？就在我们餐厅小房间里。王先生，你不跟我照相吗？哎呀。蜜源，我们的心灵蜜源。你领导是不是有妈妈？现在都一大堆人了，你这个什么时候拍都可以。